那边你要问一下，要不要还是公主都没有吃，就是白菜。第一轮还抢第二轮吗？我来问他吃亏，我就怕这一趟来的就永远遇不到这个。螃蟹脚就怕人家抢，就怕别人抢光。螃蟹脚哇，老大都来一盘。其实他每次来都来。刚刚有炒龙虾，你知道？那龙虾一端上来新的，第一个人在挑，把那个肉的全部都挑走。第二个人眼泪挑，这第三个都没了。我在旁边等白饭，因为没碗了嘛。我们再来看，三个人就把那一锅龙虾全部都挑光了。螃蟹脚一样。是第二个人，第三个也差不多就挑完了，就没了。哇，这样亏本呢。这样很多吗？当然也，消费者需要是划算。对啊，好过没生意啦。现在好过没生意。没有，还没有吃完，你要问一下吧。哎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一口气把它喂完就算了。他喂一口气完以后，我就可以去前面的走。哎，是你帮我弄录影的、啊？我以为是照相啊。他们进到那个小房子里了。电梯。来，你们三个进来。看，那个后面是什么？拍照片。你们三个看这吧。OK， 这是我们家，是我们的家，把门关上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有没有人在家？咚咚咚，有没有人在家？开门开门，我是妈妈，妈妈回来了。Thank you.
小心一点。小弟弟呢？小弟弟呢？全部都在那边呢。对，就刚买的，还买了，还来了20，因为家里有嘛，我想说买大一点的，不会浪费。这不够大呀，他说应该这个鞋应该穿大一点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可以帮我打开吗？太小了。哦 ，OK。可以帮我打开吗？然后后面要有一个纸筒。可以帮我打开吗，小哥哥？哦。就是他应该是有一个纸筒，或者他可能跑到他的脚跑到外面来了。就是可以买大一点，待会就去跟他换。我还买了，这是24.99元，买27元，加完税。他有的时候买一双，另外一双半价。在这个。对啊，就在。啊、哦。对对对。前一段在减价啊。要不要再帮我弄吗？说吗？弄什么？我们都不能吃糖的。你要弄什么？出去了，不要拖了。没有。出去了，拜拜，下班，我们出去了。走了。是我要走了。要走了，不玩了，要走了。小麦穿几号鞋啊？